中国的经济体发展的像样子，已经现在已经不是美国样子。通过我们四年的建设，从农村到城市，我们是一个湖山别墅哈，这种感觉面试的，感觉给人是一个非常高端哈，非常尊崇的一个项目。只要往那老外一站，那就变了。它是宣传的效果很好，因为他们很吸引人，他们性格很开放。当时说亚洲算这足迹上算亚洲第一啊，那个时候。现在那边别墅空间很多嘛，别墅啊、住宅那些。我们这么大的体量建起来是空的，怎么办？要建一个中国、全世乃至全世界一个最震撼的项目。一定要建在购物中心里面。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。都是我的，整个城市都是。现在很多经历很多事情会颠覆我的价值观。